那要一套铁装。这要我帮他穿。然后换一下。蝴蝶结。这样不错哎。这个需要两个金锭，两个荧光粉，两个红石，一个合成台，两个漏斗。又出现了。好多只。不然应该拿它当剑士，做好自己射才行。哇哦，哇哦，好多只！天啊，寄生怪物，寄生怪物直接飞过来啊！我天，那底下怎么办？底下感觉危险了。底下的那个防御够吗？哦，我的天，底下防御应该够。这天，我现在数量多的吓死。啊，我转。对，上去下来。红石火把。就是底下没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剩下就是要做啥？要做糖。这是放成品，这放成品之后，这边就会自动这个，然后糖会输送下来到箱子里，然后矿车只要一直跑，它就会可以制作糖。这就是糖的矿车，完成。卡住了喂，矿车行进路线不能和人冲突。人若碰到矿车行进路线就会卡住。在干嘛？不够力，卡住了。而且卡住了。可以的啊，果然是直线这边要给个冲刺吧。OK， 避免人员擅闯。我是想把盖更中间一点啊，不过就暂时这样子吧。